右手边的这一块就要是集合的塑胶袋瓶装饮料，那无形中就造成了很多的负担。如果我们垃圾没有处理好，它就进到海洋里面去了，就进到了海洋生物的肚子里面去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减少我们生活中的垃圾。这边大概有100差不多有100米嘛，100米的海底的海岸线。对哎、欸、那这是你们第几次在潮境海湾区进滩的？大型活动是第二次，大型活动第二次，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这边。周末有的有来的话，我们也有会做进海的动作。好，像这种是比较大型正式的活动，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嘛，第一次。